3个弹夹，这2个弹夹是新买的，这是原配的。这个就是我前几个月在国内回国过年的时候在网上买的，在网上买了这3个这个弹夹包，还不错，质量又好又便宜。有些日子不玩了，都快忘了怎么穿戴了。好了，这个就可以了。弹夹，3个弹夹，应该是就是装子弹的这个喷气的这头放在下面，好了，非常好，非常合适。这个小的这个包是弹夹，是装这个手枪弹夹的。它的设计这个太合理了，非常合适，非常合理。M4。这就是我这把 M4 GBB Airsoft， 打个小铁靶，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M4的效果。枪友兄弟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展示 M4 GBB 全金属，这把枪不错，这把枪 WE 公司出的，虽说不是 GHK 的那种贵族枪吧，但是这个玩相当可以了，尤其是它的改装的配件特别多，比如说加这个战术导轨，可以加这个加灯啊，加那个什么那个灯，还有什么光瞄吧，就那激光光瞄嘛，啊，还有那种。然后这块呢，这都可以拆下来，这块都是可以拆下来的，这块可以拿下来，可以拿下来装这个瞄具，这块。然后它后托也可以改，这块就是改那个海豹托了，可能觉得那更舒适更好看一些吧。
其他的就是跟我特好的那个曼谷玩枪的哥们儿，然后这里边呢，这里边给我加装了一个，就是增加后坐力的，它那个后坐力让你看着更有体感嘛，更有那种动感，那种冲击感，就是很仿真嘛，就是玩起来很爽那种。它其他都可以，包括扳机他们都可以换，但是太贵了。但是那个这个什么都改呀，什么都弄，这一把枪都已经超过多少钱呀？得两把半的价格吧。都打算把这个玩好了配全了，包括那个枪膛都换成钢的枪膛。它一个是使用率更高了，就是更耐造吧，咱们说叫耐造啊，更耐造。而且它那个那个声音更好听，就打出去以后它那钢的那个声音更好听一些。来，哦对，还没上气。抱歉，还没上气。先灌气，这气儿不太多了，先灌气再上子弹。就是有玩家请教啊，就是一块研究吧，就是说这个具体这枪的这个手枪的维护啊，什么保养啊，还有气的这些，我也不是太懂。我一曼谷的玩枪的哥们儿懂得比我多一些，哪天到时候给他叫过来一块儿再录一个详细的这个具体这个气的使用，哪个牌子，还有那个吸油这个对枪的这个维护也是哪个牌子更好。这些东西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啊，包括对，我还忘了拿吸油了。反正每次打完了都喷点吸油，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喷点吸油，还有这个喷口喷点吸油，就让它这个里边那个密封的那个皮垫让它更活跃一些。好了，三个弹夹。